下一组，一波王炸 Boom 战队。一波王炸 Boom 战队最终获得四个晋级名额，八个人当中要淘汰一半。我太难了。王一博队长，我就直接一点，不就是果断一点，我也不想拖着大家难受。然后很感谢你们能够陪我走到这里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要淘汰的人员是第一位弘扬，弘扬。第二位小鸡，小鸡。为什么？第三位电门，电门。还有最后一位涛涛，杨文涛。谢谢，对不起。我觉得其实队长也很为难，有句话叫慈不带兵，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将领，对于我来说，就是从私心的角度来讲，其实很希望我的付出能够被队长看见，但是从一个将军的角度来讲，付出是看见了，但是取得胜利才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，要不然前面所有人的牺牲都白费了。他心里其实也纠结，他其实看到所有的东西，但只是没办法，他必须要做这个决断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一个将军带兵打仗的人应该有的一个状态。这个团队从13人开始到现在，我年纪最小，我先来说，作为我一个武林在个位数的 dancer 来说，我可以和这么多平均武林在15年左右的我的队友们，我的大哥们一起排舞，一起进步，我觉得很幸运，我觉得很幸运。然后大家在 underground 的比赛上见吧。我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我要临走之前穿得那么丑，真的，早知道赶紧去换套衣服。对，我在这个舞台上面，对我自己而言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，因为我在这里展现了我的风格，还有我想表达的东西。然后也感谢这届的舞台，然后让这么多人知道我，让我有这么大的平台去展现这些东西。 Respect 所有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跟我爱人在这里已经收获了其实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东西了，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开心，还是要再次感谢王一博队长给了细心的那条毛巾，才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双人舞真正意义上的跳给所有人看，谢谢。那个席我好喜欢的。我是第一季就来过了，然后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次参加这个比赛，其实也是带着一种街舞精神，然后站在这个台上。无论输或者是赢，然后其实我们都不顾一切的往前去冲，我觉得这种精神希望大家能记住，然后记住我们是街舞人，谢谢。
一波王炸这四位，希望你们走到哪里，炸到哪里。Don't say so much。世界之大，总想要去飞。我最开始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跟西西我们两个的双人舞，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。那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我能够帮队长帮到什么程度，能够帮我们的团队帮到什么程度，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。当我的能力尽完了，把大家送到那个离决赛也好，离冲刺冠军最近的那个路口的时候，我就应该下船了，然后目送队友们去完成最后的任务，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反正加油呗，也没什么要说的。但是其实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我一会儿给你。这一季其实我是把自己能跳的、擅长的和我自己能开发身体去开发的一些别的东西都做了。我跳了 breaking， 我跳了 pop， 跳了 hip hop， 跳了 lucky， 又跳了 urban。我站在 C 位，然后跳 wave， 这个之前是不可能嘛。但是你看这一季其实都完成了。先上吧，别哭了，不准你哭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今天见笑了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哭得太惨了，眼泪哗啦啦流，跟个孩子一样的。明明二三十岁、三十岁出头的人了。是来这街山，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小吉你好搞笑，你就是来搞笑的。其实就算这样子，我也觉得无所谓，就是来搞笑，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个人，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开心。我可以少赚多少钱，我可以少来多少冠军，我都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我要做到开心，做我自己最开心最满意的那一个。来吧，最后核心武器。感谢大家把核心武器放到最后，让我有很长的时间考虑，因为天秤座比较纠结嘛。这个感谢大家为核心武器做的所有努力，然后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玩，一起欢笑，一起练舞，跟大家组成一个团队，对我来说我非常开心，我也非常荣幸。感谢大家为这个队伍做的所有努力。非常抱歉，也非常可惜，我要选择的淘汰的队员是Sorry, Clash. 你们真的很棒，只是我没有名额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为你们争取名额，非常抱歉，我很 sorry。没关系。For sure, I'm not sad because I come here for enjoying, and I know a lot of friends feel same like family, not same like just TV show. No, really, this we eat together, we practice every day together. For me, is so good, and I really so happy. Thank you so much.
来，威廉翻译一下，好吧，我们。他刚刚就是说，他对这个比赛，他这个淘汰结果他没有那么的伤心，他伤心的就是我们可能失去了我们这些，像家人一样的，这个点有一点，为什么要让我翻译他说的这个话？有点难过这个话。没有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经常一直在一起，一直在一起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Be strong, be strong, be strong. 我本来是不想哭的这一轮，因为我，其实前面每一轮我都在哭，每一轮走人我都在哭。然后这一轮我前面每一次放那个很难听的那首歌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哭。然后甚至我想编一段 routine, swag routine, 然后一会儿上来可以跟盖盖一起展示一下，像这样子。然后但是现在又要翻译你说的话， I'm so sad to translate you from because I have to translate. OK, you know. What you wanna say? 没什么。然后就是我就是说一下我准备好的话哈，就是反正就是很幸运嘛，对吧？就是一开始是400多个人，知道吗？400多个人，然后现在我们是27个人，我们能进到这个队里面，就真的是很幸运，很幸运。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的队长能给我们这次机会。然后就是他每次就是不是会点很多吃的给我们嘛，然后就是很丰衣足食，就很富有的那种感觉。我们对，所以就他还老嘲笑我胖，就是因为他老点吃的给我们吃。我上一场，我上一场特别瘦，然后这场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中途给我们寄了4-5箱那种膨化食品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一口气能吃3袋，所以我现在胖了，他又开始说我胖。我觉得这个不怪我，我觉得这个不怪我。威廉啊，他们都没吃吗？他们吃了，只是没我吃的多，可能就是那个东西很好吃，然后我一吃我就停不下来了，那个东西。然后就是，如果下次还有机会，我能瘦到100斤的话，我现在是110，然后我再瘦10斤，然后队长能不能跟我一起跳个 swag 片段？你问他答应了吗？你问他。那等我瘦下来再答不答应再说，因为我不一定能瘦得下来。我要想哭又想笑。可爱。然后还有大家就是很辛苦，我们就是永远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我们就是很辛苦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首先感谢一心队长，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跟着一心队长就很好，就很适合你，就是你的风格。虽然说平时我和一心队长很少去交流，因为我会比较慢热一点，但是还是很开心能够跟着一心队长。我还想感谢的就是我的肖哥，就是能够留下很多作品在这个台上，我觉得能够跟他一起做很多，不管是中国风还是说我们自己 hard dance 的风格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我还想说什么来着？我终于可以回去了。我来之前，我的学生刚开学，现在暑假都要放完了，他可能都说老师你是不是毕业了才回来。所以说还有我的淘宝店，我要回去当模特了，那么好久没上新，记得关注一下好吗？好了，谢谢这就是街舞，谢谢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谢谢四位队长，谢谢姐姐们，谢谢。让我们记住这些可爱的核心武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盖盖，谢谢威林，谢谢 Clash。 Keep going, it's okay, no problem. I will miss your team. 快哭 It's okay. 我要哭了，快哭的妈妈，快哭。
一起吃饭。我还是会很努力的继续走自己的风格，然后让更多的人会喜欢上他，爱上他，然后去并且去练习他，然后让中国的不管是大众还是明星都会觉得，中国的街舞，中国风格的街舞和爵士也是很厉害的，并不是说比有外国的差。瘦十斤啊，跟你一起干过。因为之前一直在体验这个大团体里面3-4年了，然后现在又出来一个团队的感觉，就是很开心，就特别开心。你感觉自己好像在每个地方都还行啊，那种感觉，就是发挥的还可以那种感觉，这种感觉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收获最大的，就是收获13个加上队长我们14个。我刚刚叠了一个东西给你，一会儿再去看吧。小哥，你要加油哦，你要加油哦。来，唱一段。你要加油啊！